是我现在教的这个按摩的动作，我比较希望是你的男朋友帮你做，或你老公帮你做，我觉得效果会更好。好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为了这个手法，一定要找一个男朋友。对对对，就说你可以躺在床上，然后你想想看，你男朋友帮你按摩这几个部位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你很被呵护。那这种被呵护的感觉，就能够让月经的不适减缓很多，情绪也会烟消云散。对对对，好啊。那我会建议有三个地方。梅林老师的表情不屑的样子，没有，他在想男人的责任很重的。平躺在床上，然后有三个部位呢要特别重要。第一个呢，我们叫做足。足三里啊，就足部的有叫足三，就一二三的三，里就是一里两里的里，那是在我们的这个小腿的这个外侧这几个部位，这叫足三里。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地方，因为它整个连接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生殖系统。第二个呢，就在我们的肚脐下方两个，它们两个是在一条线上面，但是呢，从我们的肚脐以下的一寸半左右的这个地方呢，有一个叫做气海穴，一寸半的这个地方叫气海，然后呢，再从一寸半再走下去一寸半呢叫关元，所以关元、气海还有足三里这三个。这几个穴位是跟一个女人在月经来的时候，她的经血是不是能够很顺畅，子宫能不能够很好的宫缩，那都会有一些关系，所以只要在这个地方做按压就行了。